小时候大家说我像林心洁，然后长大后就是你在那才不小心歪掉变下雨桥，太了吧？你们姐妹吗？对，亲姐妹，我是妹妹。超级超级想要露营，一开始演说露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啊，应该不会成型。集合大家要来露营的时候，我都问的有点战战兢兢，就是啊，而且也会讲得非常详细。那我们可能会睡在地上哦，我们要自己做菜哦。但是我发觉我的朋友都没有在听。他现在脸看起来这么乖，所以他现在才发觉我们要去露营，但是没有要睡床。对啊，他的脸啦，他的眼神。我刚才都考虑要不要那个绕过去拿垫子。我就发觉我在讲什么，大家都没有在听。我发现，麻烦两位去帮我找泡面、跟零食、跟早餐。泡面、零食、早餐。对。没有，因为刚经过，我就在那边看一下酒，我想要跑过来。你有被分配到？麻烦两位去帮我找泡面、跟零食、跟早餐。太冷，所以需要暖身的。对。很适合购买。对，煮菜部分我就放空。我们菜哦，这边不要煮，这只有我一个人弄。Let's go！ 就那两秒的 energy。对啊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！哦，我是妹妹。他们要来我家玩，然后我就先上去，因为我管理员都知道我是谁，这样，然后我就说，等一下那个有几个朋友会来我家里，他就跟管理员讲几楼，宋小姐这样，然后。那管理员就先看着我，然后想了一下，然后就好，我要进电梯那一刹那，他就跟我说了一句，我刚刚还想说宋小姐不是已经上去了吗？吓死我了！然后我就说我是他姐姐啦。对，他应该 confused 了三秒，他说跨得贵哦，真的。来哦，人机，至少我们把这个也摊开来一下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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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插进去，这就内脏的完成。那不简单啊！那帐篷很难吗？内脏就已经很有成就感了，就到这吧，所以就差不多结束了嘞。还有外帐。真的有酱油，你一看就定型了。成功 ，Bravo！